不该是你的东西，就不该贪心。从此以后，离开东京。把他们拉出去，有借示众。等一下，这两个金瓶你拿着，我能给你的只有这么多了。看《梦华录》被徐海乔演的渣男弃子，抛弃刘亦菲后，刘亦菲上门讨债，还被他反咬一口，叫来官兵抓走三姐妹，将其赶出东京。还美其名曰说是为了你好，这也太渣了吧！ 气得刘亦菲偶像包袱都不要了，直接朝他脸上吐了口水。这一幕看着还挺解气的，期待后面神仙姐姐崛起手撕渣男。欧阳中了，探花儿。我索性就直说了吧，我不是艰难进京的，主人他幸得宫中贤妃赐婚，等过了谷雨，就要和高官茶家的千金成亲了。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为人身处贱籍的人多，可是我们为什么天生就要低人一等？